een mogelijke manier. Een mogelijke manier. Je kunt aanzien maar. Aanzien之后，安装。通常都是下一步，下一步不予理会，然后不予理会。哦，这么快？认证完之后必须要重新开机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重新开机，重新开机。他就重新开机，欸，他那个是，哦对，他是自动重新开机的嘛，嗯，好，这段我把它剪掉，啊不啊，就是我就想办法把它裁一下，那啊，好，就跟你 iPhone 一样可以换桌面这样，哦，好，然后程式级的一次，这个非常速配，安装了以后，哦，这里不要太清楚，因为那个配的字不一样。这种事情，哦，好算了，没关系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就执行，嗯哼，对，嗯，执行。那我们不要设密码 ，OK， 那就执行嘛。嘿，执行。那接下来呢，就从这里执行。好，你好，开始了。你现在应该只要拍这里就可以。嗯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可以剪掉。摄取得到。嗯，按一下。那你现在可以拍两边。等一下，我先晃一下镜头。嗯，好，那这个就继续嘛，嗯，那一切都就可以在这里操作。嗯哼，啊 ，OK， 看到了，所以就可以用 iPad。对，嗯，那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些这一些 button 嘛，哈，嗯，按这个，就是说，哎，欸，它这个 button 会往下，button ，那这个的话就会变成，啊哈，全有那个，屏幕会放下来，啊，这个屏幕会上来，嗯哼，哦，调整屏幕的那个 location 就对了，對，嗯哼，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有个。shortcut 的 key，嗯，你可以移动，就快速键，欸，快速键，比如说按了 V，嗯，它就跑出那个 document，嗯，那你现在可以看得到两边吗，嗯，OK， 等一下我找一下两边啊，我应该好可以在这里选，就类似于那个意思，哦，好，那你没关系，我在好，那你这边可以了，收起来，嗯哼，好，那这个是 setting， 两个圈圈的是 setting， 嗯哼，好，那你也可以用啊，这个可以 lock 屏幕，就是左上角有一个锁头，嗯，OK， 把屏幕锁起来。嗯哼，那你点两只手，嘿，这是可以把上面的 hide 掉。哦，再一次就把它隐藏起来。OK，好，那你可以按右下角，嗯，右下角秀出 keyboard，嗯哼，好，那你当然可以去点，比如说我去点这个 explorer。哦，哎，啊，还算没关系，嗯哼。Explorer 啊，也是可以 Explorer 好。它这边，嗯，哦，okay，这应该就可以了，大概可以的，嗯，但让他可以知道一下操作这样。OK，他应该是说他这样操作不起来了，那我们这样大致上介绍一下，他应该就，okay，好，就了解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喽，再麻烦一下。好，那当然就好，出来的话就是按。